Hello and welcome to LSE Research in Mandarin. I'm Catherine Xiang. In this program, we will update you with the very latest research done by LSE scholars, but in Mandarin Chinese. Join me today to talk about his research is Dr. Hans Steinmüller. Dr. Steinmüller is a specialist in the anthropology of China. He is also the course convener of LSE postgraduate study called Chin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riginally from Germany, Dr. Hans Steinmüller has conducted long-term field research in the rural area of Hubei province in central China. What did he encounter there? What challenges did he face? And what is he doing now? Let's find out. 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伦敦政经访谈节目。那么，可不可以先请你介绍一下您目前所担任的职务以及教学工作？你好 ，Catherine， 我名字叫Hans Steinmüller， 中文名字叫石寒，石头的石，寒族的寒。我是我们那个伦敦政经学院人类学系副教授。我在人类学方面，我教一些本科生的基本人类学概括，然后postgraduate studies， 我教那个一个研究生项目叫做中国比较研究。我可以称呼您石教授吧？可以，可以石教授。那么您现在所研究的兴趣在哪里？我七年前博士毕业了，我博士论文是在以湖北农村调查为基础，就是写那个中国农村社会变迁。我主要研究方向就是那个农村社会的道德价值观。道的变化，所以我在农村湖北恩施州待了两年，然后参加他们当地的生活。我们这个人类学叫做参与调查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意思就是说我在那个村子里面待了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国毛泽东时代这样说的，我们人类学也就是这么一个方法。然后我写的在那个基础上，我写他们地方社会的变化。是什么把你吸引到恩施这个小地方去的？刚开始的为什么到恩施是偶然而然，就是因为在北京有一个朋友，他是恩施人，然后他给我介绍到老家。以后第一次到恩施，我发现那个地方在山里面，我也特别喜欢山。我德国老家也在山里面，所以就对那个地方有点感情。那您现在肯定去过中国很多其他的地方吧？去过好多地方。我这个是2005年第一次到中国，然后在恩施住下来，在那边做研究。以后湖南、重庆、贵州、云南、福建，好多地方都去过。那您觉得湖北的这个小村庄给您留下最大的印象、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它有很多印象，因为时间也长。可能对我自己个人最深的印象是他们年纪大一点老人在农村，他们告诉我，就是解放前20-30年的他们小的时候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我最好的一个朋友，他叫姓陈，老陈。我们两个就成为一个忘年之交。那您觉得您在那里两年多最大的发现又是什么呢？发现可能就是我研究话题是关于那个道德价值观的变化。这些东西现在中国农村有点复杂，因为社会的变化那么大，所以有的时候老百姓反应不过来他们原来的那些地方传统的文化，然后毛泽东时代的那个社会大同，然后现在那个资本主义的变化，年轻人都出去了，所以老百姓是把不同的那些价值在日常生活里面混起来，这个就是我最大的的问题。然后我写的，例如说在办红白喜事，农村是现在这么一个情况。比如说有好多人在那边，现在他们送了很多很多钱，有一个那个就是送礼的那个热潮，这些东西带过来的很多道德方面的挑战。但是我觉得并不是
像有一些人说，现在中国有一个岛的危机，我觉得并不是这样。老百姓他自己还会习惯那个怎么说不同的挑战里面，怎么过一个好生活，怎么过日子。 然后我知道您也研究过赌博这个问题，那么您说到在中国赌博这个现象非常的普遍，可不可以具体的说一说，在您的研究当中，您对这个赌博这个现象是怎么看的？ 赌博开始的时候就是打麻将，因为在农村，好多人，特别是冬天的时候，特别是那个农闲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时间干，你就天天打麻将，特别是年轻人。 然后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怎么，我应该学，因为我就要攒下他们的生活，所以我也学了麻将。您学了吗？学了。学了，开始的时候可能交了一些学费，因为我刚开始我不会打，以后有时候打得很长时间，也觉得怎么说很有点不好打那么长时间，但是那个赌博有不同的有。 有一些教玩，一些小读，不一定都是不好的，也有一些就是在那个社会交往，应该是还可以接受。所以我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几篇文章就是博士论文里面一篇一章是关于农村社会的赌博，就是赌博作为一个表的那些道德方面的挑战的一个辩证，所以在特别是在那个。 赌与玩之间，如果什么是一个好的那个社会交往，什么是一个腐败的现象，所以赌博就是作为一个社会变迁的表征。因为2005年我开始做那个调研，我是第一次到中国农村，我以前也没去过，所以好多东西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不是特别懂，就湖北当地的那些生活社会的那些习俗风俗习惯，包括什么礼尚往来，我们德国人英国人都他我们的那些。 传统的概念跟中国当然不一样，所以开始的时候我应该要多点学习，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可能特别是那些礼尚往来，我经常不懂什么时候我应该送不送礼，还是怎么做一个客人，做一个好的客人，因为可能西方人比中跟中国人相比，当然是有点那个个人主义，有点那个社会的那个来往不一样。 然后您接下来的研究日程是什么？继续在准备在中国做研究吗？要继续再做。我现在从今年开始，我是在湖北，我是在中国云南做调研。我现在打算做那个佤族研究，佤族在那个少数民族里面一个，然后今年已经开始做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然后明年夏天的时候，打算再做。 前面提到您现在负责这个硕士的项目，Chin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所以中国比较研究。那么，可不可以说一说您怎样把你的这个学术的研究的成果融入到您实际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我们这个硕士研究项目就是一个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课程，所以我要给学生们讲那个。 不同的社会课程，科学他们怎么看待中国？然后，最大的一个关键词就是那个做比较研究。所以我，例如说我们讲那个社会主义，讲什么那个新国家，讲帝国，讲那些中国社会的，什么都应该都是有一个比较的尺度。 所以我自己就是通过我其他的研究，然后我自己在中国的研究，我其他的那些学术的知识都要在课堂里面弄在一起。我觉得最好就是一个是自己的经验，一个是那个比较的尺度，这个是应该是我们那个研究项目的特点。
好，谢谢。最后，我想问一下，如果对于将来他们想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人类学的这些同学们，您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嗯，可能人类学就是一个跟中国传统的那些学术有点相似的课程。人类学它就是那个中国是怎么说的？读千卷书。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对，对，就这个，这个应该可以说，人类学就是这样，因为你要看好多书，而且你自己也要到外边去做调研，然后去到别的地方，而且不仅仅是什么像旅游一样，而且是一个在外边做调查、做调研，这个就是人类学的特点。嗯，非常好，谢谢您，谢谢您的时间，嗯、谢谢你。Thanks again for Dr. Steinmüller for joining us today, and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ill next time, bye!